我哋每一个热爱香港嘅人都有责任全面准确咁去确保一国两制喺香港沿住正确嘅方向前进，都有责任向任何冲击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嘅行为说不。房屋署经初步嘅技术评估，认为可以喺2018年年底将位于沙田火炭嘅4000多个新公屋单位转为绿置居单位出售，连同未保价嘅租者置其屋计划，可以喺呢个二手市场出售嘅白表人士嘅单位，一共有38万个。我建议房委会将白居易计划恒常化，出售对象嘅资格由政府规定，包括系居港满7年嘅香港居民，从来冇喺香港置业，而收入介乎居屋收入限额同埋居屋限额加约30%之间。以今日居屋限额计算，呢个收入上限即系单身人士每月收入唔超过34000元，而二人或以上家庭则不超过68000元。以配合我哋建议喺明年年底在政府賣地表中選取一幅位於觀塘安達臣道，估計可以提供約1000个单位的住宅用地，推行先導計劃。企業首200万元利潤的利得稅率將由政綱所建議的10%進一步降至8.25%，即是利得稅率的一半。其後的利潤則繼續按標準稅率16.5%平稅。為了將稅務優惠集中在中小企，我們會加入條文，限制每個集團只可提名一間企業受惠於較低的稅率。現在建議推出免入息審查的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而向每月公共交通開支超出指定水平的市民提供一定程度的交通費用補貼。我哋建議將每月公共交通開支水平定喺400元，政府會為超出呢個水平嘅公共交通開支提供25%嘅補貼，補貼金額以每月300元為上限，估計會有超過200万市民受惠。我喺施政報告中承諾將兩類服務嘅輪候時間減到零，一類係為有特殊需要嘅幼兒。例如患了自閉症、過度活躍症或者有語言及讀寫困難的幼兒，提供學前康復服務；而另一類是為需要照顧的長者，包括離院的病人，提供適切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我們將委任多一些青年人加入政府委員會，目標是在本屆政府內提升青年成員的整體比率去到15%，並率先讓青年人透過委員自薦試行計劃，自薦成為涵蓋青年發展、創科、環境等政策的委員會成員。我們定下了本屆政府5年任期內將本地研發開支相對本地生產總值的比率，由目前的0.73%倍升到去1.5%這個目標。我哋为大学研究资金预留咗唔少过100亿元，我哋将为企业研发开支提供额外扣税额，我将亲自领导一个高层次跨部门嘅创新及科技督导委员会。香港固有嘅优势并冇消失，香港人依然优秀，香港精神，亦即系我哋形容嘅狮子山精神，亦都冇减退。正如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0周年的主题曲《香港我家》这段歌词讲，用努力建起举世奇葩，更相信自我有身价，因此知道珍惜我的香港，因此懂去欣惜欣赏我的香港。只要我们能够凝聚共识，善用自身长处，定可热切期待更好将来。